开转，好，哦，新的新的新的，装甲卡比，哦，好强哦！各位小安全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莫莉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玩星之卡比Wii豪华版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或许有些人忘记了前面之前的剧情，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剧情的大纲。就是有一天呢，这个是卡比他们生活的星球叫波普之星，是一个巨大的星星的星球，长得非常的奇特。有一天，有一艘无名的不知名的飞船突然坠落，坠毁在了这个星球上。那后来卡比他们发现了，调查了一下，才知道说这艘船是洛雅的飞船。那洛雅呢，是一个来自异星球的外星人。那希望卡比可以帮他重新找回散落在波普之星的飞船零件哦。那原本卡比呢，就是无忧无虑的在波普之星上面生活，其实也没有想要特别当什么老大之类的。但是呢，波普之星上面的每个角角哦，都是有一个老大存在的。洛雅的飞船的零件刚好就这样子散落在了每个老大的地盘，每个老大的领地上面。那没有办法的卡比呢，就要来这边告诉大家，谁才是波普之星上面真正的恶霸，真正的老大。没错，就是他，粉红恶魔。我们要来教这些各地区的老大重新做人，把零件交出来让我看看，就是这样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，如果你有点下那个大大的赞的话，超娘娘就会祝你跟卡比一样整天都超有。那就让我们来吧。到了，哦哦哦，是海的关卡。OK OK， 雨伞交出来。这关要有雨伞，要有雨伞，这椰子会掉下来。然后这个绳子是什么？可以爬吗？哦，可以耶，可以爬耶，这个绳子可以爬耶，蛮有趣的。熟悉的卡比来了，运动卡比，无敌的防御。咦，哦，招式还蛮多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招式表好了。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冰冻卡比的招式表。寒冰喷洒，极寒冰喷洒，寒冰暴风雪，寒冰冻球，冰冻塞满嘴，冰冻吐出，还有踢冰，寒冰防御，寒冰四散，好不？我跑步的时候，哦，好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好。这个是不是应该要灭火一下？有了，有了。哦，下去会死，下去会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人力掉了而已，没事的。这个是炸弹卡比，有了。哇，这颗好大，这椰子好大，哈哈，超大颗。飞啊！哇哇哇！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波普之星上面的霸主，粉红恶魔的真正姿态。看到什么小动物就直接屌虐，看到什么挡路的就直接打他一顿，说听话，让我路过。每一只小动物都这样子，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伤害卡比的意思，但是卡比路过就是想伤害他们。没错，就是我大卡比。这样讲好像卡比很坏。这些小生物原本就住在波普之星好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这边教他们重新做人。卡比一口吞，好的，刚好路过啦，没什么，刚好路过而已，刚好路过就揍你们一顿，让你知道谁才是波普之星上面真正的老大。啊，波普之星上的老大被咬了。这是什么？乌龟？乌龟应该没有办法变身吧？乌龟卡比，有乌龟卡比吗？没有吧？龙卷风，
有没有错过什么？没有吧，没有吧。软，哎，开转，好，哦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装甲卡比，哦哦哦，哈哈哈哈，哦，好强哦，我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啊，装甲卡比超勇啊，什么都有。有这种小豆，这个叫什么？机关炮哦，还有冲刺拳，然后火球，然后普通的开炮，火球，然后集气大炮，而且还可以急着走路，虽然会走得比较慢，但是可以急着走路。装甲卡比超有，这是新的变身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卡比。这卡比起飞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用那种气球模式了，已经不是气球模式了，超强！哦，谁都挡不住它了，超勇！把别人打到剩糖果，哦，叫这些原生物种重新做人。让他知道谁是真正的老大。欸，这个怎么拿呀？这个要鞭子吧？这个要鞭子哈，我的装甲卡比没了。哎呀，这个打得到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不容易拿到装甲卡比的说，没了。啊啊啊啊！哇，这个好难哦。拿到钥匙的瞬间会不能游泳，不能游泳，所以要小心每一次的跳跃。有了有了，希望这是第一个齿轮啦，希望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齿轮。嗯，很好。哎，它这里其实不是游泳，哎，是。海底的有空气的地方是可以飞的。没有装甲卡比了，冰冻卡比加减用。冰冻卡比加减用。啊！冰冻卡比没了。挂挂挂！好哎。尽量不要错过每一个齿轮。哎，这里好像打博网的地方啊，这里。这是要叫我拿冰冻卡比吗？是不是有那种大的时空裂缝里面来了救急冰冻卡比要来？过来过来，开吃！冰晶雪球卡比冰淇淋，头上怎么顶着一坨冰淇淋啊？是什么？好的好的，雪球卡比还可以加速，我可以粘一大堆。冰晶雪球卡比起飞，哇哇哇哇哇，太暴力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卡比太狠了。真的让当地原生物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呢。头上顶着一坨冰淇淋大便，是我救急卡比，开滚！哦，粘了很多，开滚！都撞都可以撞，哎呦，撞出时空裂缝了。可是后面还有路可以走。哎，不，后面应该是过关的路啊，我在想。
啊，没了，好可惜哦，每一关都有这种爽 game 时刻。哎呦，从上面来的，快卡比坐电梯。哇，这个都能吃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游泳，我们卡比已经26命了，超勇。哎呦，这个很难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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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凤梨耶，吃啦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这个不管了，星星没关系啦，星星没关系啦，已经二十几命了，星星没关系。哦哦哦哦哦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里有利剑跟龙卷风，龙卷风，我相信龙卷风可以带我们打赢。哇，超痛哎！来了，一种卷下去了。卷蛋，负伤打赢，是我龙卷风卡比完成了三之一，好棒！过啦，直接开卷往右边走就可以了吧？直接开卷往右边走。哦呦，哎，龙卷风卷的时候不会被烧到。等等等等，然后装甲卡比，装甲卡比，不是你啊，装甲卡比，嘿嘿嘿，好诶，卡比钢弹，啊，差一点，过啦。三个齿轮全部到手，编织挑战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我们要冲主线了，冲主线了，冲！卡比起飞，哇，到水里了，装甲卡比变小废物了，螃蟹，海葵，章鱼，哎、欸，墨鱼啊，墨鱼，还是其实是花枝，没有啦，墨鱼。鱿鱼、墨鱼，这个、这个，喷喷喷喷，哇哦，套卷，装甲卡比真的好帅、哦，糖果，哎，刚吃到糖果的说血量又不见了。如果在水里狂按跳的话，会游得比较快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过了，装甲卡比在水里就是小废物，偏偏只有这一关开始才拿得到装甲卡比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哦哦，水里哦哦，这天上还有炸弹呢！哇，你怎么全能的、啊？全能的耶，还有火焰，然后冲刺，然后机枪，然后会飞，还可以放炸弹耶，怎么什么都有，来了，弯刀骑士老大，教他做人，哦，
再来，哦，再来，死了，过来，习惯性的把这边的老大都吃掉是我们的一个良好习惯哦，因为他好像都会这样，就是卡比好像都会这样子安排。你打完他的这个路边的小 boss 之后，你就要把他吃掉，拿到他的能力，才有办法。要不然拿到所有的齿轮，它就是这样设计，虽然有点讨厌，但是就是这样设计的，所以我们又得抛弃我们的装甲卡比了。蜜蜂有没有东西啊？有哎，长枪卡比，这是新的吗？好像是新的，我以前没有看过。往下戳，卡比怎么起飞？这是起飞用的吗？卡比起飞了，而且枪在水里可以用。哦，我们是什么渔夫卡比？最喜欢的就是在水里刺鱼。刺鱼。然后如果跑步的话是投射，跑步投射也可以集气。哦，会一次丢出三只，这应该就是全部的长枪卡比了。哇！然后如果原地集气的话是起飞，在水里可以集气吗？不行。这里是不是有藏东西啊？总觉得这个空间好奇怪。哎、欸，包子，长枪卡比，让水中的霸主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。哦，真的有藏东西啊！要藏枪才有办法过。真的有藏。我想说这边的空间一定有藏什么，我就知道。戳，隔山打牛，戳，搞定。这关有四个齿轮啊！哎呦，捉，炸弹哦！先，这里有藏星星啊，被我有点头挡住了，被我的头挡住了，但是我有看到，还好，我有看到，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是钉鞋卡比，如果踩到，哦，钉鞋卡比可以在刺里面攻，可以在刺里面踩，然后如果踩到怪可以再跳一次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钉鞋快坏了，有知道。钉鞋快不行了，要换一双了。这个好玩耶，踩到钉也可以吗？啊，成了，回去拿一双，应该还有吧？应该还有。还，这个要用钉鞋才踩得快呢。哎呦！快坏了！珍珠啊，太好了！哒哒，鞋子坏了，齿轮有拿到，下面有什么？喂！哇哦！哎，那个是无敌的。这个什么海蛇海鳗是无敌的。哦，好凶哦！那个打不死。
牛奶？为什么水里有牛奶？好神奇哦！他想咬我，快走！那个打不了。哦哦哦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啊！哇，好凶啊！过啦，终点游戏。巴拉巴巴巴，30条血的卡比，他真的是波普之心上的霸主哎，谁都杀不死他了。你们知道卡比啊，后来几代面对的魔王都是那种宇宙毁灭级的，然后卡比顶多就是打输，觉得很无聊就回家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就是被击败、被打倒、被杀掉，不会，卡比是无敌的。他只会打到很烦，他说怎么都打不赢，好无聊，我要回家吃饭睡觉了，他就回家了。哦哦，这个水流，哦是瀑布啊。在水里可以放火，不行，水里的卡比，水里的卡比没有办法放火。水里的卡比，除了少数的几只之外，全都是小废物。牛奶，我的牛奶，没有的。锤子，哎，这边有给锤子，一定有它的用意。锤子卡比在水里是可以用的，虽然比不上利剑，但是可以用。他给锤子一定有他的用意啊，肯定有什么要锤掉的。哦哦哦！等等哦，等等哦，会死哦！啊！等一下，我的锤子没了。让我进去这个啊，有了，可是我没有锤子啊。哦哦，这个很难呢。有了，鸟鸟超有。哦，哎，要死了！卡比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？真的要饿死了！哔哔哔了！有，这里有可以吃的，我看到了。选这条路是对的吗？好像是对的。嗯，我选对了，我选对了。另外一条是没有东西吃的路。哦哦，我怎么一直往上飘？这是什么外带用的番茄？不用外带，我内用。好，蛙牛哎，啊，没有能力了。好，叶子，叶子可以。下面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哦，不要打我。所以锤子卡比。可能真的掉了什么吧。
哎呀，扶起来。那个锤子卡比那边应该是有什么墙壁要我敲掉，但是我没有敲到，我在猜。这里是不是要变石头直接沉下去？变石头就可以无视水流。有了，啊到了，哎，这才第一个而已，所以锤子那边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哇塞，锤子那边真的什么都没有呢。我是什么神奇的？那个是卡比三代的三只小动物啊，仓鼠、猫头鹰跟那个，想不到有这样的彩蛋。要走中间是不是？不确定是哪里。如果走错的话就要重走。我有办法一次就拿到齿轮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我是不是失败了？我失败，我要重走。哎，没办法重走。啊，还没办法重走，他这个就是设计好的。好吧，下次再来。错过了一个齿轮。有啊。哦，这个风！哦，哦，哎，哦，风大！M 番茄，我来 M 番茄，没有了。风大，这里风大，跳！哦，好帅，跳跳跳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啊！中了中了，星星啊！哦，好难了。虽然星星没关系啊，星星错过不会怎么样。我现在还是石头卡比，有打得过这只吗？哦，变成龙喜怒号，开吼！我没感觉哦，有了。哦，这个要等他们打开嘴巴才可以攻击，那不好对付呢。等他们打开嘴巴才可以吼，开吼！哇，开吼！开吼！好喂，把它叭叭把这个绳子你烧掉吗？可以，压烂了，把这鲁迪机器人直接扁掉啊！开吼！哇，好大只啊！来了，直接吼烂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弱点。哦，这里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他只有出现一阵子。有了，烤章鱼。哦，烤成章鱼烧呢？这是水吗？是水，是水。
颗星星比较大，我要了。那个星星太危险，不拿了。来，帮我开路。开路。开路，那只鱼搁浅了吧？开路，开路，哇，这个星星好持久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差一点进不了门。过来了，长枪雨伞，长枪好了，在水里嘛。捉捉捉捉捉捉来！所以错过了齿轮，就只有那个，就只有那个，那个没办法，它是选路的。终点游戏，奇怪，今天都甩到二而已。好诶，诶，这关要怎么过去啊？游泳吗？游泳，游泳，五个齿轮，是五个还是六个？好像有五个还是六个？五个。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，能力没了。哦，升上去了。哦哦哦哦，牛奶。要考验我们的游泳技术了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必须游泳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大。卡比，你要成为波普之星上的霸主，就必须学会游泳。阳伞卡比，阳伞卡比在水里可以用吗？可以耶。往上走。还有给利剑，给利剑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来吧，啊，钥匙掉了，重来。不能踩到那个，不能踩到红色。好，像这种可以重来的就还不错，蛮好拿的。如果失败也可以重新拿，像刚刚那种关卡就是选错就真的没了，选错就再见，就真的只能下次再来过。来，卡比，如果你想要成为波普之星的老大，就必须学会游泳。利剑在水里好强。无敌的吧，在水里利剑好强。嗯，好强，不管来什么就挥一挥剑就结束了。波普之星的霸主，
反正又变回普通卡比了，早知道就不换了，早知道就不换清水卡比了，怎么这么废？哦，好康的。他告诉我还有另外一扇门。异界卡比，啊，你的利剑又回来了，开转。没办法，先过关看看好了，看看后面会不会再回到那张地图。来，波普之心上的霸主，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。哎。好，逃过一劫。乖呀，卡比要死了，我这里可以躲一下，就躲一下吧。聪明的卡比。要成为波普之心上的霸主，要用头脑啊！没错，你应该要跟我一样睿智。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所以刚刚真的错过一个齿轮哎，刚真的错过一个齿轮，那个不知道怎么拿哎。哇哦！卡比发功了，哦，这个炸弹是可以拿在手上的。这个要拿去炸什么呢？它越来越大了。哎呦，哇，开的。炸弹越来越大了，炸弹越来越大了，去吧，炸开，有了，这个设计蛮好玩的。又是你，又是你，杀不死的鳗鱼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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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票券长枪，好危险啊，其实长枪卡比在水里没有很强，利剑还比较强一点。走哪里都会被吃哎、欸！哦哦，这里是不是一定要长枪？对对对，虽然长枪卡比没有很强，来，卡比已经是36命了，各位根本不会死啊。
波普之心上的粉红恶魔。哇，大喷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 BOSS 第五关，好，接蛋小游戏已经开放了，都收集到了40个齿轮了。我拿着长枪，有没有变斗？给我好用一点的能力。装甲卡比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！我们要用它打败这个 BOSS， 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，谁才是波普之心上真正的老大，叫他们做人。他说：“你这里才有零件吧？听话，让我看看。”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有多勇？看这个六亲不认的白手河豚，欸，在地上缓冲肥肥是他的名字，他要干嘛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变好大，不，我这样会死的。好嘞，好嘞，跟他互相开炮呢。装甲，装甲，装甲，装甲。我以为可以吃他的。来来来，拿到了，又多一片翅膀了。这下船可以飞了吧？变成装甲卡比之后跳的舞步一样，装甲卡比招勇，来来来，这次可以飞了吧，这次可以飞了吧，来来来，随手一抛。那我看看这艘船可不可以起飞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，应该可以了吧。来来来，还是坠机啦，我回来了，你回来啦卡比，左翼回来了，这样飞翼就集齐了，外观也差不多，再两个零件我们就可以起飞，距离完成只差一点了，请为我再加把劲吧卡比。好的，我们一次录影一次实况就打一个关卡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离开前呢记得点下你大大的赞，还有你的关注，你的订阅，你的小铃铛，我是 Morissa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